굽신. 在家加料，我把盆子里面的气都加料，气都直接往盆子里面了，油压切上去。哪个是困的气？也困的气。哎，哪个拿什么？我困的气，那个勺子困。哦，这是凉了之后，那水水拿来喝。哦，整个过程上子的。喝、哎、啊，然后，我铁丝嘛。铁丝可以啊，铁丝捆嘛。我觉得这个附近的都是个不地道的。那个在家，有几个关键的几十个不地道的。不然那个情况。太细了。附近也不得些，你这么暴粗嘛？不得。清晨。耶，再往下面压。关。咋开始捆包？那个锤出来烫。这个弹出来。不对。那个来说噻，你要预防了噻，他们那是那个，我主要是。就边上。就边上，边上，哎，边上，墙在灶室里边，在灶室里边。你大点儿接的哈，弹出来。还有。那锁子捆噻。要包。那个包。这个门可以把它打开。这个门。你哪困了？倒是，你哪困了？不薄啊，长的嘛，长薄的嘛。出来了。哇！那你看有好大一个，都往那搁，但是哪个碗呢？笼子不得行。我看都是这样子。啊，我看不得那个。
你本地是像那个喷车那种吗？喷车，喷这样子，让这样子。哎呀，不是叫他铁丝吗？这鸭子这人一拖一拖的还是可以的，效果还是到位了。他不得行，不得行，拉了。要爆，要爆开。我就是看他那个道路，他打的力大嘛。我是看，晓得不？铁丝嘛，他说。这个是这个力是大。他觉得这么乱吗？要断，有可能要爆。我觉得不是的。不得，就这样子嘛，不得乱了，就搞，风险大嘛。铁丝坤的那个回弹性比这个还小些，铁丝坤的回弹性比这个还小些。屁股最大。